OK，现在要帮 Coco 洗澡，这个有一个盘子在这边。Make sure 这个水温。这边有另外一只，这只不洗澡了，这只很耐，一有水它就那个。整个羽毛松松，像一个球一样。有水他就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整只鸟都不变成另外一只鸟，有水的时候，肥肥的，那么他洗多久？洗到他不要洗，他就会离开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就会停了。然后另外一只鸟，他会用这种水在杯子上面。他如果要洗的话，他可以去，你就把它沾满。这只叫凤梨，它比较不太爱洗。哦，它准备要过，可能会过去。在这里，凤梨这边，这里来洗澡。你把它带过去。它不会要，它不会要。Step up， 来。他要洗了，他也要洗了，一起。两只鸡，但是他那个两个的洗的方法不太一样，一个要盘子，一个要杯子，是不是？好像要潜水一样，整个头都快下去。OK，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哇，洗不停哦。